是贵宾跟着我们一起说干杯 Cheers 哦。是的，那我们呢是不是也邀请所有贵宾一起呢起身，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做这个举杯的动作。是的，我们呢台南的朋友非常非常的热情哦。好的，所以现在就请大家一起举杯 Raise your glasses。 那我们待会会数三二一就一起喊干杯 Cheers 哦。好的，三二一干杯 Cheers， 请干杯。谢谢我们现场所有贵宾对我们本人的支持，谢谢你们。那而且呢我们现场有五位的贵宾有机会可以把它带回家。那我们首先先邀请 Olsen， Let's welcome Olsen。 Now please come up to the stage。 好的，那我们呢等一下呢就要来进行呢先来抽出的我们一万块钱的礼券。 OK Olsen Rainbow， 那我们$10,000, not $5,000. Well, okay, the first one. 是的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有出席的贵宾都可以参加这个抽奖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看到底是哪一位贵宾第一位可以先获得呢？好的，那么首先